爱好全世界很容易，爱好一个人很难。开心，你就大胆的喜欢他开心，那都是生活的其他的细节。多管管他，多听听枕边人的建议，因为他最亲，至少在这个利益上面，你们是个利益共同体，他至少不会害你。互相学会一些让步，如果你爱他，你就支持他；如果你爱他，你就多听听他的心里话。相爱的两个人是不会彼此为难对方的。如果你觉得他是爱你的，请你为他做一些改变，好吗？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我今后会改的，但是我也希望你收一收自己的脾气。我就不想每天就是因为那些小事情和你吵架，我就觉得没什么必要。那些小事过去就让它过去吧，因为以后还要往远的看，往远的走，所以就是收收脾气，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。我不是说我不支持你的工作，但是我希望你多为我们的未来着想，在尽自己能力的范围下再去帮助别人。那些帮助过那些人我也有考虑过，以后我会改的，就是该帮的人帮，不该帮的人我就尽量不帮他们。这姑娘态度您太明显了，还是喜欢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啊。谢谢。来，请关门。我们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，请开门。啊！我就希望他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开心快乐，我就知足了。你不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你跟你的另一半也是开心快乐的吗？没考虑。好吧，谢谢你，加油，请回啊。